把原先依赖进口的激光医疗器械做成可以自主生产的产品，我们的梦想是可以骄傲地说，这是全球最顶尖的专业科技产品。Wontec 的产品出口全世界各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行业的发展。公司员工总数约200人，其实超过50%为研发人员。研发人员有时不惜牺牲周末时间，只为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这也是我们能在较短时间内拥有丰富产品群的原因。出口额2008年达100万美元，2012年达500万美元，2015年超过1000万美元。现在我们的产品出口50多个国家，把行业现状从先前依赖美国或其他国家进口，转变为把韩国生产的产品出口至世界各地。总的来说 ，Wontec 的产品广泛覆盖了各类相关病变的治疗。是否可以做到安全稳定的能量输出，是我选择激光设备时最看重的因素。TestJet SR 或 UltraSkin 设备可以保证设定参数下的安全的可预测的治疗，这是我选择 Wontec 设备的原因。 Wontec 刚开始是从美容整形行业起步的，现在业务范围逐渐扩展至妇产科、胸腔外科、内分泌科等等。我们正在为产品群的进一步丰富而不断努力。公司现有50余种设备在量产销售，是名副其实的全世界拥有最多样产品群的激光制造企业。我们因此感到很自豪。激光设备的核心部件是由各种光学配件组成的激光头，如果在生产中不慎附着灰尘或其他异物，会对光学配件产生损伤。因此，我们的激光头全部是在无尘室中生产的。Hairbeam 是 Wontec 针对一般消费者开发的家用激光生发产品。激光医疗器械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会出现更多的个人在家里就可以方便使用的产品，而 Hairbeam 就是该领域最早上市的领军产品。从明年开始，我们计划进一步扩大与国外医生的合作，开展 Wontec 产品在当地患者中的临床实验工作，并在 EADV、AMWC 等大型学会上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医生分享产品在国外患者人群中的治疗结果和分析，使韩国 Wontec 进一步走向亚洲，走向全世界。我们下一步计划进军高端品牌产品群，同时展开相应的品牌宣传工作，坚持以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为中心，把 Wontec 做成世界领先的激光和超声波设备专业品牌。